做得如此糟糕，是不是该抛下一切寻找？大家看到了吗？骑着脚踏车进场的是万交付的吉祥物波哥，花车上还有象征民主自由的白色灯塔，跟便利大家世界爬爬照的国家护照。没有错，走遍各大洲各大洋就是要靠这一本了。当然在队伍当中进场呢，我们看到有穿着传统服装的台湾新住民，还有获颁台湾奖学金的友邦学生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。